我赢了，我说我先说，我最快，我先 X 光片，但是你没垃圾，湿垃圾，螃蟹壳，大螃蟹壳，干垃圾，螃蟹壳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王一博和肖战自《陈情令》大火之后，也拥有了不少的粉丝，两个人接连参加老牌综艺《天天向上》和《快乐大本营》。当中在快本里，王一博和肖战可以说是看点十足，尤其是在游戏环节，肖战和王一博的胜负欲简直爆棚，引得观众也是哈哈大笑，就连一旁的何炅都忍不住调侃王一博，你稍微冷静一点。因为是何炅在摁铃，一听到铃声响了，王一博就忍不住想要站起来，几乎是把把都有他，王一博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了。然而肖战也突然发作，对王一博展开了各种厮杀，让王一博使劲护住胸前，对他直言你冷静一点。听到这王一博发话，肖战显得更有冲劲，甚至还当场和王一博争吵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肖战这反应实在是太真实了，不少观众都被他们逗得哈哈大笑。相信王一博和肖战在私下也是非常好的兄弟了，也希望将来他们会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